知道一个能让我在走路的时候是不得抓把野呀、绊倒的办法，你们想听吗？可以抓把野，我们一集团还挺强。那派克的位置进去死了怎么办？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喂、哎，我天，给口汤喝也行啊！哎呀，经验就吃到了六点儿。来和我玩吧。白学 Q 了，这个 Q 真是白学了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这兰博可不太好打了，希望他不知道我们学的是 Q。看来他知道，他开始烧我了。嘿，快回来！我舔你！玩个屁呀、啊！那阿木木一级学 Q 也太弱了。救命啊！我以前打野有个阿木木一级学 Q， 然后他去打野的被我包工头打野了，十分钟三级，打野都打不过，学 Q 连打野都打不过。哎呀，总算升级了，可不容易。我一吃个药吧。补点刀吧，就别跟他拼了。我们前期也拼不过他，猥琐一点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我就是猥琐，塔下是我家。我要打你了啊！你这有点过分了，你那扣都没有了，你还要跟我打？我现在就祈祷一手的螳螂能不能上来？你看有的兄弟说啥？不是说那个鸭线会被抓吗？你看这螳螂上来了吗？是不没上来？我还得也去帮他去。我跟你说，你怎么死的，兄弟？我看不住，我是弟弟。我是弟弟，我走了，我可去不了啊！这可去不了，这可帮不了，这可没法帮。他要骂我了，那我也没办法。知道我有多少兵？你跟我打，走呗！闪现，再见！哎呦，我操！给我下一激灵！啥玩意儿愣啊？还有五十秒开奖啊！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马上结束了。现在只有十七个兄弟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啊！参与的人他比较的少，可以来尝试一下。干嘛？是我塔皮呀、啊？哎，让塔皮掉啊！哎，可以，白吃一层，一层塔皮没了。谢谢不相见呀！还有十秒钟啊！现在是二十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
八个人啊，还有八秒。谁起来都行，这把卡莎不能起来。谁起来都行，卡莎可不能起来。好吧。这兰博指定是以为能打得过我们，其实他是个屁。注意看我怎么秒他。假装打不过他，点盐给大，平 A 接 E 接 Q 舔。哎，这 Q 怎么 Q 小兵了呢？来和我玩吧。他以为我是被迫杀人，其实我是早有预谋，知道吧？再推一波线儿来。哎，银马在下路，那我们还能吃波塔皮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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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舅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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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贪心了，兄弟们，先来个水银孩吧。这波回来磕一下这个头，其实不应该，不回来好了，多磕了一下，多磕了一下头。兰博跑的有点快，这队友可不太行啊，这螳螂才五级，咱可不能再死了啊，这可不能再死了。哎呀我的天哪，这银马，这银马行啊，这银马多杀这蓝博几回。我发现我每次玩阿木木的时候好像队友都是劣势，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魔咒啊，魔咒，阿木木的魔咒。别死啊，来和我玩吧。这没办法，差个大招。哎呦我操，如果这波我能把这银马杀了就好了，大招差了两秒钟。别送，没办法，他踢过来我们只能舔他，只能往右边舔了。这波差一手大招，我们这个大留给这银马，这如果这一千块钱让我们拿着，我们无敌了。哎，往下走一波，这兰博好像不怕死，要吃我的塔皮，正好舔到他，然后小兵没了。你说你这还闪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还能不死哦？啊，你还能不死吗，兄弟？你还能不死吗？你说你？你说你老跑什么玩意儿呢？你哎呀，非得要浪费我一个大，讨厌死！非得跑，求生欲就是有点强，别跑啊！哎呀，我的车，这种就必死还跑，闪个闪吧！希
望银马别来了，行不行？银马，咱俩商量一下，你别来了，下边你再来，行不行？咱俩商量一下，行不行？啊，好说好商量的，这谁也不让谁好啊！我被卡住了，我被小兵卡住了！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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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他如果放峡谷，我们应该是够呛了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来呀，你这把蓝波杀了，哎，可以。找不来，你找来我会死吗？点信号也不过来，那螳螂还跑了，你看。啥时候能把这银马杀一波就起飞了，就起飞了。如果等银马再诱下来就不好办了，知道吧？给人乱杀了。铁头功，小龙没了，两条龙，两条龙，走去一波中路，去波中路，来来来来来，中路人多，先杀他们家日女儿，给大，再杀蓝枪，点住 ADC。快跑，这可救不了。我们舔鸡杀了几个呀？回家日炎了，这银马还没来呢啊！这银马要是来了，我跟你说可就够呛了。打 AD 呀，那 AD 刚才舔不了，我舔回去，我如果没舔死他，我们就死了。我伤害没那么高，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高。我刚才只杀了一个人还是俩人，打了一波攻。先杀兰博，可以再杀日女儿，我帮你舔他。哎呦，我这日女儿这么猛吗？啊？舔蓝枪，小黄毛在这里，一家。哎呦，我这大银马！哎呦，我这大银马！这银马什么装备？我操，这银马！这银马只能我们治，我跟你们说，只能我们来治他。看一看队友有没有重伤啊？队友如果没重伤，这波把钱吃了，买个反甲。小黄毛也崩了，不敢单呢。上路二塔不能丢啊！上路二塔丢了就坏了呀。这银马怎么回事呢？这
有点太放肆了，我操，我们家人呢？哎呀，坏了，人马无敌了。得来个大面具了，早就无敌了，慢慢来吧，没关系，大龙还没刷呢，不着急，而且对面才两条龙，可以接受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，等对面一波冲塔，我们一波起飞。主要我是没人头，我要能五个人头，我说实话，现在这人马也就是个弟弟，也是不太好使。这玩意儿呢，可不行。哎呦，哎呦，漂亮，兄弟们！人马上完别上了，没技能了。螳螂挺有意思。哎呦，我这螳螂可以，这螳螂舔，他们不敢上啊。可以打，可以打这波。杀对面 ADC 啊！来小龙，哎，直接大柱晕，对面的 AD 怎么回事，挂机了，撤，怎么捏呢，人马来了，快跑，给我舔一下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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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给我打跳弹，跑跑，兄弟们，兄弟们救一下，哎，还上当一个，完了，人马，人马来了，人马来了，哎，漂亮吧，人马上了，走，哎呦，我漂亮，还上当一个，还还有意外收获，咱赶紧来个这个，这条小龙得要啊，兄弟们，小龙得要，先把小龙拿了，哎，我们去上路带线去，小黄毛不去了，可以啊，跳弹螳螂，螳螂感觉要死了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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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来和我玩吧，守一下基地呀、啊。对面要团一波，我们来中路看一看啊。假装打不过，让他往上溢，好，我的小鸡儿，守塔打吧，我可以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啊，不行不行，守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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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面有峡谷，给大家来个 R 五个，来个 R 闪吧，先把这 ADC 杀了，哎呦，我这 ADC 杀不了，把这个打了，把这个打，这个打峡谷，峡谷，峡谷，我操，峡谷先锋没死，哎呦，这怎么要一波了，这是要啊，这波团战能没打赢啊，
来吧，峡谷先锋是两级姐给我们那啥了？啊？有点暗呢。一滴血先锋。